这个地方现在可能也是他们做饭的地方，临时做饭的地方，非常狭窄的一个做饭的一个地方，临时支起来的一个台子，很小，就这么一个角落，这就是以前张健在这个角落做视频的地方，就这么小一个角落，以前挺锅的时候做视频也是在这里。关贵骂他的时候骂得那么凶，可能他都不知道张健在这么一个小的角落里做视频挺他。我要是把这样的人骂成了骗捐。好，我们看这边，这是张健的卧室，几平，大概七八个平方，我看一下有没有，这就是一个两米多，大概就是七八个平方吧，这么小的一个地方，一张床占去了一半。副国级的待遇。张健的卧室，这边有一个碗柜、衣柜、碗柜啊，衣柜。然后这边是碗柜，碗柜的旁边呢，这是一个藏书，一半是放杂物的，上面这一半放了些书。张健不读书。李志刚牧师论文，二十年教会历史巡礼，然后这一本圣经。那本圣经是全新法语语法，这是张健的书。圣经应该放在床头啊，还有一本圣经。2000年教会历史巡礼，生命灵粮，这都是啊，都是基督教的书。传教士与中国科学。说实话，张健住的这个地方是相当的不好，是一个不是相当的不好，而是非常不好啊，连北漂都不如吧。这个小子曾经造谣这个张健有个女朋友，还有一个什么几岁的女儿，完全胡说八道。他还造谣张健死于什么原发性肝癌，完全造谣啊。这小子是五大摇棍之一。这张健去世没多久，有五个人出来造谣，第一个是一号，第二个是蒋片，第三个是袁建斌，第四个是推特战记，第五个是郭文贵，啊，这五个人造了不同的谣言，现在他们也消停了，也不吱声了。现在还有一些人在这个造谣啊，说张健尸检当中发现了毒啊，发现他血液中带毒，这个是一个谣言啊。我刚发的一个推谣言呢，这个就是来自三个女人因为不懂医学啊，或者是语文表达能力比较差啊，就弄成了一个说张健血液当中带毒。实际情况是医院的医生应该是能够凭着肉眼手摸一摸，不需要开肠破肚就能够判断张健死于败血症，因为败血症的这个死亡的体征是比较明显的啊。至于说血液当中带毒的话，这个这是一种翻译上的错误，有一个叫张威廉的从德文把它翻成这个叫血中毒啊，圣学也用过这个词儿，血中毒，这都是错误的啊。这就是血中毒不是一个医学术语，这就是老百姓自己凭想象
那个说的这么一个词儿，因为血里中毒，你肉眼能看吗？你得放在放大镜下边才能看吧，对吧？这个得需要化验才可以。所以说一盲不是错呀，大嘴巴一盲就不对了。这个有，当然还有很多的这个共特胡搅，这是另外一个因素。这个谣言太多了，现在我要是给他们辟谣呢，揭穿他们的谣言呢，哎，他们就开始污蔑我谋杀了张健，我靠，哎，有一个人已经开始指控我了，说我谋杀者之一，最起码也是一个帮凶啊。这个人的依据就是用这个谷歌翻译的东西做依据，这个谷歌机器人翻译的东西是肯定是不靠谱的吧？哎，所以这都是一些弱智的人在这儿胡搅蛮缠。这个阿克琉斯之踵，最近习近平也用这个词儿，他说这个阿克琉斯之踵，说中国的经济没有创新，是中国经济的阿克琉斯之踵啊。这个词儿呢，本来是我先用的啊。最近我说这个民运人士要推翻共产党呢，一定要找到共产党的政权的这个阿克琉斯之踵，这个词儿被习近平给听到了啊，他马上来用。嗯，我原来讲的是圣经旧约里面的那个大卫，击败这个大力士的这个故事，这个故事非常有名啊，拍了好几十种不同版本的电影和电视剧。就这个故事叫大卫和这个David and Goliath 啊，这个当时这个小孩呢个头很小，他最后成为犹太人的王，就是因为他立了这一功，他把这个大力士给打倒了。他手上有一个武器，这个武器大家当时都不当回事，这个武器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传到咱们中国去。中华文化当中十八般兵器里面没有这个大卫用的这个武器，就是英语叫 sling 啊，就是用一根绳子，在绳子中间拴上一个布袋子，然后这个布袋子放一个石块，然后呢用这个抡起来的时候啊，这个把它抡出去啊，就把石头打，要打准的话，那你想远距离的打，这个巨人拿着一把剑，拿着盾牌和剑，或者是拿着矛吧，反正是铁器武器吧，这小孩拿一块石器，那因为他距离远嘛，就可以把大力士给打倒，正好打到他这个眉吧，这个叫眉啊，两个眼睛中间这个地方，一下把他给打晕了，打死了，打晕了，然后小孩过去夺过他的剑，把他头给割下来了。这是圣经里面旧约里面一个很古老的故事，家喻户晓。这个词儿，另外一个叫阿克琉斯之踵，就是脚后跟上的这个地方，就是你想办法把这个地方一箭给它射中的话，那也是它的致命伤，它就失去战斗力了。我这儿有一个总结啊，就是这个造成张健现在这个混乱的有四种情况，有的人是语文没有学好，发个推文表达不清，客观上制造混乱。有的人呢是他不懂医学，不懂医学又要议论张健的死因，那就乱用非医学术语啊，造成语言上的隔阂。这个语言隔阂是因为还有德文，因为德文的《明镜周刊》有一个报道，这也是个因素。第三就是有的人啊有这个受迫害或者受虐待敏感症。他老觉得这个神经兮兮的啊，就是用阴谋论看待一切东西。发生一个正常死亡事件的话，他首先想到是被人家投了毒，被人家谋杀了，这是一种精神状态啊。那么第四呢，就是共产党的搅屎棍五毛啊，这些人也很多，他是故意的。这搅屎棍现在这个妮子团啊，这一帮抠脚大汉啊，本来是砸锅的。拿砸锅的钱现在砸李鸿宽啊，这个妮子团也是一帮有问题的，这都是一些有同性恋的啊，搞同性恋的这些基佬。
今天美国之音又宣布东方和李素又被开除了，现在就是开除三个人了，龚小夏开除了，东方开除了，李素开除了。我个人认为东方这个开除龚小夏是完全英明正确，开除东方和李素呢就是有点过了啊，他们有错但是不至于说被开除，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。郭文贵是不是个犯罪分子？当然是啊！哎，中国有这个1989年的时候，他就是诈骗犯嘛，刑事犯罪嘛。凡是刑事犯罪，在美国是没有资格得到政治避难的，啊，政治庇护不庇护这些刑事犯罪分子。嗯，当然来自中国的政治犯，如果你在中国因为政治原因受过，判刑，嗯，这个是另说啊，政治犯。不算刑事犯，在美国，在中国政治犯就是刑事犯，这是中美两国在这个立法理念上的根本对立和冲突啊！你如果是因为政治原因，到美国，来到美国，不管你怎么来的美国，申请政治避难能批准啊？如果在中国有政治迫害的话，问题是郭文贵在中国没有政治迫害，他都是经济犯罪，那就是应该诉诸正义嘛。他否则的话，他爹的那两个朋友买石油的，那不冤死了，是吧？所以郭文贵是一个犯罪分子，在中国的犯罪分子。郭文贵在中国没有受过政治迫害，他在中国都是利用政权，利用马建、张越这两个狗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鹰犬，对别人巧取豪夺，他迫害别人，啊，这样的人也没有资格申请政治避难，因为这个叫什么马格尼斯基法案讲得很清楚。啊，在美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，包括中国这样的共产党集权国家，只要你参与了迫害别人的人权，你在美国不可能申请政治避难，美国不可能保护你啊，而且美国要拿你试问啊，这叫马格尼斯基法案。郭文贵实际上要是严格讲啊，按照马格尼斯基法案也是可以惩治他的。当然了，马格尼斯基法案主要是针对那些当官的。郭文贵是不是当官我不知道啊，他给他自己吹牛逼说立了三次一等功，那可能有一定级别啊，那也可以追究一下。但是郭文贵在中国他是一个犯罪分子，是一个犯罪事实，这个是经得住推销的。那大不了美国派 CIA 派个特工去调查一下这个事儿吧，对不对啊？啊，那么这是第二条。第三条呢，郭文贵政治避难被拒绝之后，那他在美国就没有任何法律基础要待在这儿了，他的签证已经过期了，他是个非法停留人员。那么美国依法治国，要把他按照移民法啊，哪儿来到哪儿去，从香港来的，因为他拿着持香港身份证进入美国，那么就把他送到香港啊，就是这样。送到香港之后怎么处理他，那就是中国的内政了，那美国管不着啊啊。所以说关于郭文贵呢有三点。第一，郭文贵是个犯罪分子啊，这一点没有任何问题。第二条呢，犯罪分子在美国不可能得到庇护啊，美国不是犯罪分子的天堂啊，这是第二。第三，那么依法治国啊，那个犯罪分子在美国啊，这个没有签证，签证过期，那就应该依法办事，把他这个驱逐出境，从哪来到哪去，回到香港啊，这是郭文贵的这个这是他的结局。还有一个视频啊，是讲这个张建的这个居住环境的这个室外的情况。他实际上是住在一个大房子里的一个地下室里边，一个车库里边。那个车库后来改装了一下，但就可以分成小格子间，可以住人嘛。那个视频我想办法给找出来，放给大家看一看。这是张建用过的一把壶，那这个壶你看这个地方有一个
有一个破损，张建用过的壶，这把壶是民国的还是清末呀？像个古董啊，删了，删掉了，对，反正是看了之后，张建这个这些这个视频啊，看了之后反正是觉得张建挺悲的，这个六四之后30年，他真的没享过福啊，一直是在社会的最底层在挣扎着，还打着牌子还挺大。啊，一个什么民运组织的副主席，还被人家骂骗捐啊，骂骗子，还挺了郭文贵，这是笑话啊。当然最后他遭到了郭文贵的辱骂，有所悔悟，但是毕竟没有敢砸锅，一个悲催的人。